谢谢。你要给我生宝宝？你恨我？怎么了这是？改群口了是吗？太热情了。好了，哎哎哎哎哎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刚才这个节目叫做《论捧逗》，对，一段传统的相声，老节目。郭麒麟，捧哏的叫不认识啊，阎鹤祥啊，对，大脑袋，阎鹤祥，嗯，二位说了一段很默契，是论捧逗，一捧一逗，哎，形容的是相声演员两个人，哎，默契，对，我们两个人呢，嗯，合作时间也挺长的了，时间不短了，今年是第九个年头了，没错，明年就是第十年了，十年了，我的好搭档。哎，我的好朋友，这也是对我特别好，是是是，好比是亲哥哥一样。你看有这么一说呀，他媳妇儿好像亲嫂子一样，没错。我们三个人这种爱情关系，我们好有一比。您等会儿，越来好有一比，越来，不要说话。您这等等，我不说话，我全赔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您等会儿，我是你亲哥哥，啊，那是你亲嫂子，对，咱们仨。怎么能是爱情关系呢？不是吗？咱仨是友情关系。友情关系。但凡你跟我们有关系，嗯，你也属于就是结晶。你这个占便宜不用拐一个弯是吧？不用，还行，姐，都明白就行啊。这是我的亲哥哥，哎，那是我的亲嫂子，没错。我就好比是武松，对他，我们三个人这种关系很微妙。是是，你也没拐弯，我都死了是吧？我怎么您是武松呢？就特别的好啊，哎，交情好。没事，他买点东西上我们家看我去，串门吗？他岁数比我大呀，嗯，买点东西上我们家看我去，买个电视，买个冰箱，买个洗衣机，上我们家看我去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礼尚往来呀，各位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我上你们家串门，对，给你买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。你是我生的，是怎么着？你是？对我好啊？没有这么好的，得买点水果、点心得有吧？啊，对。我也得瞧他去呀。礼尚往来呀，对不对？买个冰棍，我瞧他去。还买个冰棍。您买个冰棍瞧我去，您还缩着去的，那你不就买个棍儿瞧我去了吗？这个棍儿是冰的呀。那管什么？还有哈喇子呢。说这么恶心干什么？你买这一箱冰棍儿瞧。对了，也买点东西瞧他去。哎，经常这么礼尚往来，哎，互相着串门。这不前些日子吗？嗯，我上北京的西单去旅游。哦，西单正好啊。怎么西单叫旅游呢？那逛街，西单去逛街，哎，正好路过他们家。我们家住西单，抬头一看，嗯，孙宅，没错，这不是孙宅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孙宅，我抽你，你信吗？你骂什么街呀？跟这儿，你当我听不出来呢？大舌头骂街，孙子骂不清楚就叫孙宅，堵着门骂街去。那应该怎么说？老孙家就完了。老孙家，哎。这我得进去瞧瞧啊！瞧瞧呗，啪啪啪一打门，啊，有打里边出来一人，是我一瞧不是外人，谁呀？他媳妇儿，我们大嫂子。又要来是怎么着？他媳妇儿，嗯，我边走边唱，我媳妇儿爱唱。淅沥沥沥，把门开开，哗啦啦啦，又把门开开开门。原来是岳秀才。您还是秀才啊，长得跟韭菜似的。你瞧你脸绿的。这是我们那个小嫂子啊，我那媳妇儿。哎，提起孙老师的这个婚姻呢，啊，比较坎坷。我那谁的婚姻用坎坷形容啊？比较崎岖。怎么呢？孙老师4岁就结婚了，我
我这不是早熟了，我是不是？什么早熟？童养媳。哦，有这个。有吗？真有，真有。他媳妇也不大。也不大。47呀，还是48呀？没法过。是我娶一奶奶，我没有共同语言，多新鲜呢！一纸休书给人家休了，干嘛写休书啊？你等我长到20，他也死了。你想这丧偶比离异强啊？你想挺多呀，你废话，这个没法过，没法过。后来又娶了一个，又娶一个，长得漂亮，是北京话，又狗狗又丢丢，这是土话，好，特别的美，好看。后来被他二舅领走了，被我二舅领，被我二舅领走了。再后来变成了你的三舅妈。这我们家媳妇还是公有制的，你说。现在这个媳妇好啊。哦，现在这个。下岗的香港小姐。这能好？都下岗了，你这为什么下岗啊？为什么呀？没有后台。哦，就没有后边支持的人。对了。哦。长得那是水灵。好看，嗯，你流哈喇子是怎么了？怎么了这？我还不少这哈喇子，就是漂亮。嗯，边走边唱，一开门，嗯，看见我了，瞧见他了，要跟我说几句，哎，得攀谈呐。害羞，讨厌，他呢？缺德你，臭嘎嘣的你。老不来了，你等会儿吧，你等会儿，这，他要这样能下岗吗？那就是下岗了呀。这什么意思？怎么说这什么臭干老不来了？他跟我这样，我能跟他这样吗？你可不能。俗话说得好，什么呀？老嫂子比母啊，小叔子是儿啊，咱得规规矩矩，一本正经的。你得客气啊，嫂子。对。我最近忙啊，我就是。哎呦呦！行了，这，干嘛？这血都上涌了，是怎么了都？你好好的，你最近比较忙啊。哎，忙你就不来了。哎呦，臭嘎嘣的你！什么话这叫？进来哟，快点，我都等不及了。你等我呢？没这么说话的你。领着我就进院里了。进去了啊。哎，进院里了。是。进院里我心想怎么也得问问孙悦在不在家呀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心里还有我。那当然，你在我心里多么的有分量啊。嗯，那是，是不是？你也是怕我拿刀追你啊。我说嫂子，嗯，孙悦在家吗？我呀。谁？这是我媳妇吗？是孙悦。嗯，嗨，怎么了？喂王八了。喂王。我一听挺开心。你等会儿，你才喂王八了呢，谁喂王八了？谁说你喂王八了？你说的喂王八了，上老魏家忙活去了。您等会儿啊，上老魏家忙活去了，喂王八了。我是不是有问题？这耳朵，我怎么丢字儿呢？听着，少听好几个字儿。哦，上老魏家忙活去了。上老魏家忙活去了。哦。那我心想，哎，想起来了，怎么呢？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，哎，我妈。那我得问问呢。问我妈，嫂子，老太太在家吗？我妈呀，嗨，嗯，上房了。上，我妈是猫啊。我说你妈是猫了吗？那猫才上房呢，知道吗？什么耳朵，在上房屋待着呢。上房了，在上房屋待。我可能脑子是有毛病了，我跟你说。那我得去瞧瞧吧。就正堂屋。正堂屋。嗯。推门一瞧。怎么样？看见他母亲了。我妈。背对着我。面朝里。腰不弯背不驼。精神。鹤发童颜。是。干嘛？捋胡子呢。这不还是猫吗？这个。不，那看书呢。看书呢，那捋胡子。看书呢。手里拿着一本金瓶梅。这我妈就是。比较全面，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，没法看，把书本一合，放回原处，不看了，换一本插图版的，合着不认字儿啊！别乐了，这老捋这胡子得，行了，西门大官人，
懵啊，对，懵，特别的懵。您可以了，现在我得打开这个尴尬的局面呢。对啊，我说老太太，老太太你好啊。啊，你扭头看见我了，瞧见了，讨厌，哎，缺德，你臭嘎嘣的，你老不来了，你我们家家风就这样是吗？我说嗨，这怨我了，老太太啊，确实老没来了。您身体怎么样啊？身体挺好，坐着坐着，宝贝儿，坐着啊。啊，宝贝儿还给你倒杯水喝，喝点水。老太太再一扭头，嗯，我又发现一个情况。什么情况？老太太后边啊，有一个卷儿啊，发卷，卷儿上面插着一朵小红花，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你不知道啊？这是我妈的好日子。你妈那天结婚？对，你妈嫁人。你说的我妈的好日子，好日子结婚呢，不是吗？生日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我不知道啊。什么？那天是你妈的生日啊？对对对。嗨，你妈的生日？是是是。你说这事闹的，你妈的？你妈的！你骂什么街呀你？你母亲的生日啊？对，我不知道啊。什么？您不知道啊？我都不知道。我还老魏家忙活去了呢。我就够多不孝顺嘛。急什么急什么，真行。我说嗨，老太太今天是您的生日。嗯，我不知道。是我什么都没拿。哎呀，我刚才拿一冰棍，你看就剩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哥就收进来吧。不合适，这样吧，明年怎么样？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。就啊之后我再来。我妈今儿就得死是怎么着啊？什么叫周年呢？瞎说。谁瞎说了？你说你妈今儿就死不合适。废话，你要不说周年呢，还是您的生日。明年的今天还是您的生日。哎，到时候我再来。对，两份大礼给您送到。啊，补一下。今天不要挑我的礼。是。一会儿啊，讨您一碗寿面吃。哎呦，讨您一杯寿酒喝。你还憋着吃我喝我。您生日快乐，老太太。好好好。得嘞，好嘞，宝贝儿，坐着坐着坐着。老宝贝儿还得，我们娘俩正聊着呢，啊，聊天就听外边脚步声响，我回来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您的几个姐姐来了，哦，我那几个姐姐回来，哎，这可不容易啊，几个姐姐嫁到一起啊，嗯，嫁到了这个很远，来到一起不容易，是是是，大姐嫁到了延庆。郊区。二姐嫁到了密云，还是郊区。三姐嫁到了平谷，郊区。哎，这叫农村包围城市。我姐的全是外围的，你看。而且各自手里都拿着东西呢。是是是。大姐牵了两只羊。羊。二姐拿了两只鹅。哎呦。三姐递了两只鸭。全是特产。出门迎接。是是是。我说嘿，嗯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啊，你们好啊。好啊。姐姐们说话了。姐姐们说什么呀？他们怎么都知道？我是没爱搭理你，我早知道了。讨厌。哎，对，缺德，臭嘎嘣儿的，老不来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姐姐啊，这话不合适啊。嗯，是您老不来了，还是我老不来了？哦，你老来。我老来。嗯，来，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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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。今儿三个进屋里了。是。刚进屋里，汽车声响，来车了，停在你们家门口。哎呦，哎，出门迎接，你去接接去。一打开门一瞧，嚯，这辆大车，大车，十三开门的凯迪拉克、奔驰、宝马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啊，这是梅赛德斯，十三开门的大奔驰。怎么样？聪明不聪明啊？不得罪人家。哎，植入的不留痕迹，现在就是。您先等会儿吧，什么车十三开门的呀？传的，传的，传的。好家伙，上面下来一个姑娘，这车就剩门了，二十来岁，嗯，穿金戴银，有钱，红色的旗袍，哎呦，哎呦喂，漂亮，漂亮。我说你，不好意思，嗯，您是哪宅的小姐呀？哪宅的？她说话了，嗯，讨厌，缺德。我一瞧，这是你们家人呐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们家人的风俗习惯，这是。可是我不认识啊。谁呀？我说您哪宅的小姐？谁呀？臭嘎嘣的，我还哪宅的小姐？啊，我姚宅的小姐。哦，对，姚姐儿啊。什
什么叫姚宅的小姐？你妹夫不姓姚吗？啊，哦呦，我妹妹，老妹妹呀、啊！哦呦呵，哦呼，您是老妹妹呀、啊？老妹妹，老没见您亭亭玉立了啊！哎嘿，越来越好看了。是，谁说不是呢？ 啊， 啊，老没见着你了，你最近挺好啊？挺好啊。咱俩在这聊会儿天，好热呀！你看看啊，你给我搁下，穿着旗袍这么扇风啊？那不都看见了吗？他热我也没有，他热也没有这么进屋啊，我也跟他说了，是、哎、别看了，还扫两眼，还进屋里，进屋，屋里凉快，哎，别着急，我拿着寿礼呢。我妹妹拿着什么呀？打开后备箱一瞧，两只野鸡。哎呦，我搀着野鸡领了你妹妹，我就进去了。野鸡领进屋一瞧啊，您这有点乱，什么叫您说什么？搀着野鸡领着我妹妹不合适吧、啊、那拉着野鸡你等会儿，不提了你妹妹，你没听说？您这么说啊，我妹妹头了走，你跟野鸡在后边跟着。起什么哄，好什么好、啊、就进去了，知道吗？就知道你人缘，就进屋了、嗯、是。姐儿四个到齐了啊！大姐说话了。大姐说什么呀？今天是咱老母亲的好日子，是妈妈的生日啊！每个人说这么几句吉祥话。老理儿，祝老太太生日快乐。好，我是大姐，我先说。大姐先说。以什么为题呢？什么呀？各自手里拿的东西为题。哦，寿礼、哦。我牵了两只羊。是是是。今天上寿，两只羊。羊。炕上坐着有寿的娘。好。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富贵绵长，富贵绵长。好词儿。你们很开心，是是是，谢谢。就老捋这胡子，你二姐了。好，今天上寿两只鸭，是炕上坐着有寿的妈，是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妈富贵荣华，富贵荣华。是是是，你们很开心，谢谢。我妈大花猫，该三姐了。嗯、今天上寿两只鹅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婆，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富贵三多，富贵三多。没错，你妈很开心。三多三多，还不舔舔手啊？许三多，这 许三多了。该老妹妹了，我妹妹，听我的。是，今天上寿两只鸡，鸡炕上坐着陈冠希，就去。你别给我们家惹事儿啊！炕上坐着。是野鸡，炕上什么？坐着有寿的，哎，有寿的。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寿比天齐，寿比天齐。没错，你妈很开心。谢谢呀呀呀呀呀！我妈胡子痒痒。嗯。说完了，姐儿四个陪着老母亲在那聊天。是，实话实说啊。我作为外姓人啊，我在那儿不合适，有点尴尬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媳妇在那儿也不合适。我媳妇怎么不合适？她也属于也。不算是你们家，你们也是外姓之人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得喊他去忙活点别的，对不对？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哎，你们俩外姓人忙活什么去？真行，哎，什么？哎，你喊我媳妇 A 呀？我喊她 B 呀？你这话说，你喊名字，金莲，什么？莲，我媳妇叫金莲啊。我说她姓潘了吗？那是，那什么叫金莲啊？谁说金莲了？你银莲，银莲，谁都能刷卡那种。这，像不像话呢？阿莲，阿莲，你看，他媳妇想啊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您等会儿，你们要干嘛去？这是我们俩呀，啊，去做饭。那你为什么要分开说这俩字呢？显得硬朗。没有，你有点心虚，我听着，就做俩人做饭，做饭，忙哎、啊，行，说着话，我们俩直奔卧室，直奔卧室，出来。拦着我干什么？废话，我这段什么时候说完？你说不完了，知道吗？你做饭，你上卧室干嘛去？怨我吗？那还怨我了？怨你们家的房子。我们家房子怎么了？这是客厅啊，
这是卧室，男厕、女厕、厨房，一乘六，怨我了。客厅、卧室、男厕、女厕、厨房，一乘六，这不是猪圈吗？你们家才住圈里呢。说自己的家是猪圈像话吗？废话，有你这么形容的吗？这玩意儿反正盖的不太合理啊，就在最里边那屋就完了，直奔那个厨房。哎，一进厨房门一关、哎、一插，大缸一顶，窗帘一拉，嘿，哎哎哎哎哎，干，这什么姿势？歇了虎子显形了是怎么了？不是，我们这就梅赛德斯了。 你别嘚瑟了，你等会儿吧，你上厨房干嘛？关门顶缸，窗帘都拉上，干嘛呀？这个人脏心眼子，你看见没有？我还没敢往脏了想呢。脏心眼子怎么了？别让我问住了啊！您说呀，你们家没有抽油烟机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吧？一会儿一炒菜一炝锅，那个油烟飘飘荡荡晃晃悠悠来到你母亲那屋，把你母亲呛着怎么办呢？哦，这厨房没有抽烟机，你怕这油烟的飘出去把老太太呛着，那你们关这么严实，你们俩就不怕了吗？不怕。不是，你们俩怎么不怕呀？人工呼吸。就把门给我打开。行，大缸挪开，门打开，窗帘拉开。哎，嘿，这就开始。你臭不要脸的吗？又怎么了？废话，你这都打开，你脱什么衣裳啊你？啊？你和面你不得脱了吗？我没明白，和面为什么就得脱衣？你们家和面穿着脱和呀？你们家那面都穿身上了，你不得脱光了和面吗？不得？你等会儿吧，这又你们家是这样吗？那赶明儿我是不是得上你们家吃顿包饺子去？我得参观参观了，我得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就穿着衣服套上围裙。对，穿个围裙。脱光了讲。哎，和面。您这个面还有点立体了。这么和面呀、啊？您的面在墙上呢。那怎么和？这么和面呀、啊？你这面都在手上转呢，你就这么和面就完？行，别比划了，行了，啊，这面撒哪儿都是。和面，知道吧？那和面和这么开心的吗？我们两个人正忙活着呢。忙活什么？说清楚了。和面呢？俩人说清楚，俩人做饭。我们俩正坐着呢，是不是？做饭。说不下去了，我丢字儿。我们俩正做着饭呢，对，就听外边打起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宝贝儿，这个段子里根本就没有你。你老着急回来干什么？是啊，我着急回来抽你，我为什么呀？我，好，这里没我，没你。哦主动全没了，你说打起来了，怎么呢？谁跟谁打起来呢？谁呀、啊？他的母亲跟他那个儿子打起来了，跟我那小儿子。哎，他的儿子五岁，不懂事儿。这怎么了？在桌子上跳舞。孩子在桌子上跳舞没关系啊？怎么呢？抱着暖瓶跳舞。暖瓶？抱着暖瓶跳舞也没关系啊。暖瓶脆了。脆了吧？可是里边有一个值钱的东西。瓶胆。瓶胆值钱吗？那有什么呀？你母亲的烟袋锅子藏在那里边了。那小烟袋锅子啊，怎么藏那儿？那是你母亲的嫁妆啊。对了，多有纪念意义啊！我母亲嫁妆就烟袋锅子呀。还有很多，那个东西值钱呢。那是我姥爷留下来的。对呀、啊，老祖宗留下值钱呢。那确实值，那老太太不给我，脆了，他能不生气吗？你说这事闹，要打你儿子。小男孩跑得快呀，噌就跑了。是。啊，在院里转了好几圈，好、啊、逮不着他，是最后四个姑姑一下把小孩摁住了啊，拖过来，怎么样？妈妈给您揍他，这都什么姑姑啊？
再看他母亲啊，孙子，哎哎哎哎，今天我要，哎，咱别骂街，谁骂街了？什么叫孙子？骂什么街啊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他喊他叫奶奶，他是不是应该喊他叫孙子呀？你奶奶喊你孙子，你抽他呀？你回到家，你奶奶孙子，你啪，你骂谁呢？我合适吗？我怎么这么混蛋呢？我不是，就是辈儿哈。那啊，不是骂街哈。孙子，这不还是骂街？你再跑啊！今天我弄死你！哎呦，嘿，老太太，下不去手，哪有打隔辈人的？打、啊！嚯，踢出去了！哎呀，啪，落到地上。是。再看他母亲怎么样？哈，无敌鸳鸯脚，哟，哈，好家伙，踹了七百多脚。老太太身体可以啊，哇、啊，七百多脚，是。再看他儿子怎么样？七窍流血。您呀、啊，听我的，少看那猫和老鼠吧。奄奄一息，马上就死了。哎呀，难受啊！是。最后哇，哭出来了。那说明是活着呢。孩子一哭，他媳妇吓坏了。我媳妇怎么了？啊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。赶紧穿，赶紧穿，不是穿穿什么叫穿？赶紧换，赶紧换，换，把围裙摘了，不用，带着围裙出去，带着围裙怕人家误会，不，你不带着才误会呢，是不是？嗯，就得现交给、嗯，这么奇妙，是带着围裙出去了，嗯，出去没有十秒钟，怎么样？又回来了？怎么回来了？忘穿鞋了？哦，忘穿鞋，你们俩做什么饭还得光着脚啊？你甭管，就是反正段子里面你。出去了，家破人亡了，快出去一瞧，孩子都已经成那样了，倒在血泊里了。再看他母亲，我妈生气，就别捋胡子了，你老妖精，这猫精，这气坏了。哎呀，你说埋怨谁？埋怨孩子已经七窍流血了，是埋怨老母亲不合适。对呀，他媳妇张嘴唱上了，我媳妇还唱呢。嗯，忽听外面乱嚷嚷，不由得奴家心里慌，来到外面用目望，婆婆你不该把她杀。埋怨那个那个灯，行了，还带着乐队呢。词儿是埋怨老太太的词儿啊，埋怨我妈呀。老太太一听生气了，呀，怎么着？嚯，老太太显形了，这是刺了我烟的还埋怨我啊！老太太又张嘴唱上了。我妈唱什么呀？我们一起学麻将，一起喵喵。别唱。又跳啊！一起玩了会儿，挺开心。是，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啊。又换上我跟于老师来了。我们再说一段。我一上来看见好多女观众的表情，我特别感慨。怎么呢？你们是真是爱于老师，我人喜欢相声。你看这脸上状态啊，我一眼就看透你们的心里话了。人家怎么想的呀？好多女孩想的是嫁给于谦，给郭德纲生孩子。哎，那咱们三个人就好好过吧。嗯，你们这是要累死我呀！玩笑说玩笑，嗯。我跟谦儿哥好的不能再好了，关系是密切啊。为什么有时一上台可爱先说会儿于老师呢？啊，就是我们俩就这个跟亲哥们儿是一样的，就那么好啊。好多人都说你们是不是闹着玩儿，以前没这么好。错，嗯，我真是十六七就认识他，这还真事儿。到北京之后跟大哥一样，嗯，带着我们这儿去那儿去，泡温泉、动物园，哪儿都去。就别提这个了，就这俩地儿没去过。嗯，这都真事儿。哎呀，带着我们到五星酒店去演出啊。对，那时候五星酒店还少。我十七八的时候，列位，嗯，住店就是什么那个国营的旅馆，对，招待所、旅社，嗯，住那个地儿。对，五星酒店听都没听过，没有，一晚上好几百上千，那都是要疯啊。嗯，那会儿印象中这五星酒店就跟抢劫是一个行业。好家伙，你想啊，那会儿一个专业的演员，一般的演员一个月标准工资300块钱啊，对不对？拿一住一晚上那花800，那不疯了吗？就是啊，不可想象。包括到了五星酒店，瞧哪儿都新鲜，没见过。我到现在我不怕您各位笑话啊，到洗手间看见那小便池我都感慨。那有什么的？谦儿哥，嗯，你看这小便池怎么
比你们家吃饭的碗还白。哎，嗨，没有那么比的，这个没见过呀。是，哟，嗯，小便池里泡的是什么呀？怎么泡什么了？粉色、绿色、红色的球。哦，谦儿哥，这是什么呀？我得告诉你们呀。谦儿哥，看看，嗯，什么呀？这可能是谁横着那个糖掉了？什么呀这？这不胡解释吗？我真信呐，就这么真信。哦哦，尿得太开心了啊！对，一乐一张嘴糖掉了。那是啊，方便完了，我出去了。哦，等着谦儿哥。是，一会儿他从里边出来了。我呢？我吃了。别人没信，我信了。合着人太好了，他实在。真的啊！啊，中国相声界对我最好的就是于谦。这不假。我给您举一个例子，您说。比如说啊，在一个房间里边是好几百个说相声的都在啊，就大聚会。我说了啊，谁有充电宝借我用一下。呵，手机没电了。所有的人都假装听不见。哟，只有于老师会站起来啊，我给你去拿充电宝。这也不算事儿，就这么一个人会搭理我，小事儿。于老师说完了站起身来，嗯，先把输液的针头先拔了。哎呦，我还输着液呢。输着液，你看看，拔了。把心脏起搏器摘了。这就不是小事儿了。这个呼吸机拿下来了。我能听见您这句话就不错。把下的胃镜拔出来。哎呦，把肠镜。好家伙，肠镜一拔出来啊，还掉出一瓶啤酒来。好家伙，我打韩国跑来的是吧。于老师告诉我，嗯，你不要着急啊，我回家去给你拿充电宝。还得回家取去呀？打开门，于老师冲出去了。我还真能动。外边刮风下雨，打雷打闪，这不怕。谦儿一出门啊，这雷整劈在脸上。我也是缺了得了。咔哈啪，怎么了？人就躺地上了。让雷给劈了吗？那站起来脸都黑了，这劈糊了都。往家跑。哟，还跑呢？去拿充电宝。我这儿躲雷呢，不是拿充电宝去了。跑着跑着啊，地上有狗屎。这狗屎踩上了。哟，日，又摔一个，整个人掉在沟里面。怎么还有沟啊？旁边有个沟，摔在沟里边了。哦，沟里边都是立着的大铁钉子。您说那不是沟，这是陷阱。这是扎的满身都是窟窿眼儿。哦，爬上来，嗯，那个血出的像花洒一样。那么厉害呢？哦，往家跑去拿充电宝。我应该拿肥皂去。前面有个十字路口。哦，过了一辆小卡车。小卡车不大，拉着3500万吨的煤。好家伙，这是小火车。这是车头。嗯，奔着于老师的脸撞上了吗？撞上了。撞的还真准。于老师躺在地上，车从身上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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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了。啊，于老师站起来了。我还能站起来呢。往家跑去拿充电宝。我这身体得多结实啊。我这个到家门口啊，门锁着呢。哟，于老师敲门让嫂子开门。去叫门吧。噔噔噔啊，嫂子说你等会儿不方便。怎么不方便呀？一会儿功夫门错开一条缝啊，一个男人的手递出一个充电宝来。我们家里事儿比外边事儿还大呢。拿着充电宝往回跑。哦，站在十字路口这儿干嘛？拉煤的那个车又回来了。这孙子等着我呢，是怎么着呀？这个3500万吨煤。万吨了又改，上那边上货去了。他是这车奔于老师那脸就来了啊。啪，这过瘾劲儿了。于老师躺下了啊，这车打身上过去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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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过去了，哎，过去了。于老师又站起来了，嚯，拿着充电宝。嗯，我改超人了，我这个，往回跑去送充电宝，还跑呢？跑着跑着，低头找，找什么？找那狗屎。我找狗屎，没有，都让我踩完了。没有，啊，没有，也往沟里跳。我疯了吧？我这是扎的一身都是窟窿啊！哎，我让汽车撞傻了。哎，又上来了，嚯，还往回跑去送充电宝。就这充电宝闹的，到门口不进来。我呢？等雷呀、啊！等雷呀、啊！好嘛！咔嚓嚓！是这雷劈在脸上了。是是，这才满意，啊，过瘾了。哎，心满意足。嗯，进门来拿充电宝。哦，德刚给你，可拿回来了。我眼泪都下来了。你死不死啊？太让人感动了。是吗？真感动。怎么办呢？接过充电宝，哦，把这线捋出来，嗯，插在我的充电宝上。我，你缺德不缺德呀？哦，不是手机没电了啊？是，那当然啊，我手机有电啊。哦，充电宝还剩98%。嘿，好嘛，就这两格电要了我盒钱了。你看看，啊，这是假的，可不假的吗？这是告诉大家，于老师是个君子。你瞧，怎么又改君子了？就是这个人交朋友，这个心火热火热的啊，就心诚，一身的热血，是顺着每一个窟窿往外，还是扎的呀？这个不是啊，血是热的，心也是热的，那是正人君子。嗯，这个人这么多年来是连洗头房都没有去过啊。好，知道了，你们去过对吗？这嗨。不是你们这是信是不信啊？真这样？20年前啊，洗头房是一个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么一个活动场所。什么时候？物美价廉啊！哦，一个不大的小房间，是里边点着一个粉颜色的灯。你瞧，坐着一个化好妆的大姐姐，还大姐姐，大姐跟我坐，她说她是美容美发的。哦，你把她这房子拆了，嗯、你连一把梳子都找不着。啊，是人家不用这工具。哎，于老师没有去过那个地方，咱都不知道那是干嘛的。从那儿走，他能走过去。你瞧瞧，非得里边的大姐敲窗户喊他，还叫噔噔噔。嚯，玩会儿吧。嚯，这谁玩谁呀、啊？这是。我说这怎么那么粗的声啊？能把于老师吓一跳。哦，你瞧瞧，多少钱？别问了。多少钱干嘛？我不是不进去吗？我没去过啊。我认识的相声演员只有两个人没有去过这种地方。哟，还有谁呀、啊、那个人是孙越。哦，刚才这捧哏的演员胖子。嗯，他没去过这个地方，他也是正直，进不去。嗨，叫门太窄是吗？太胖。哦，他让那大姐出来，大姐不出去。那是，大姐说我们这行没有露天作业的。废话，什么词儿啊？你这是为什么要这么形容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于老师在我心中是个圣人。你瞧，又过奖了。道德模范，没有捧了。重情重义，重情是应该的，特别重情。是吗？6岁、啊、就爱上了他的表妹。你瞧，我这叫重情吗？表妹叫绿茶。绿茶婊是吗？这词儿我们懂。6岁，我喜欢你。哦、表妹说这个不行。怎么不行？你是我表哥，我是你的表妹。哎，我们怎么能在一起呢？小女孩懂。又何况我长大之后是要嫁给王子的。怎么就非得嫁给王子呢？小女孩嘛，都有一个公主梦。公主梦是都希望嫁给王子。那就不是必须呀、啊！啊，我以后一定要嫁给王子。怎么见得？我的意中人他是一个王子。哦、他的名字叫独孤孤独孤独子。哎，您跟他说吧，那就是我啊、嗯！我要嫁给他啊、嗯、啊！那因为我觉得我是应该嫁给王子的。你怎么见得非得嫁？因为我拿筷子拿得远。拿得远就代表嫁王子吗？民间传说，吃饭拿筷子近，嗯，嫁了就近。哦，拿得远。嫁的就远，老人有这讲。这个表妹长大之后越拿筷子越远，
非得加王子。到后来两根筷子接在一起，好家伙，长大之后果然嫁给王子了，嫁给炸油条的了。对，嗨，是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的筷子，嗯，这叫童言无忌。那倒也是，谦儿哥要说起来很让人佩服。怎么了？跟嫂子在结婚之前啊，只交过一个女朋友，这就很正常嘛。这个女朋友叫彪子。我女朋友叫彪子呀。彪子是一个叉车的车模。好嘛，这我们俩可算配上对了，在这儿，嗯，长得挺好看啊。是啊，整容2块钱。行了，别提这个了。没事，脑袋上戴好多花，女孩都喜欢戴花，一圈一圈的花啊。两个人手拉手走在街上，嗯，很多人都问于老师，问什么呀？给谁送花圈呢？好，脸太大了。对，闲来没事，一个悠闲的下午，嗯，于老师和彪子，嗯，在喝甜水的地方对面而坐，这是个水吧，每人拿了一杯黑珍珠奶茶，以前兴喝这个。黑珍珠啊，对，大粒儿的，里边有一个吸管，是捧着，嗯，含着这吸管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就那么喜欢。嘟，你这是喝呢还是吹呢？这吹这珍珠，吹着玩，你瞧瞧，吹着吹着，彪子呛着了啊！嘟，呵，多吓人呢这个，这点黑珍珠啊，顺着鼻子眼儿全出来了，好家伙！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哎呀，满桌子都是，这倒不糟践，把谦儿乐坏了。那是啊，哪有这样？我还捡着吃呢。行了，掉地也不要了。哎呀，呵，别玩了，这多恶心呢！彪子看着很恶心。那是啊，夺门而出，人家跑了，谦儿赶紧追他，得追呀、啊，把门夺回来啊。彪子抱着门跑的呀，嗯，我说夺门而出呢，这个。后来两个人分手了，得赶紧分吧。彪子是您人生中的一个过客，赶紧过去吧。嗯，但过客也是客，该接也得接。好，我这接客呢，我这。到后来遇见了嫂夫人。哦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。莫错过姻缘，好话。跟嫂子结婚之后，确实让人很羡慕。我们有感情基础，郎才女貌，但谈不到豺狼虎豹。谁呀、啊？不是，没有。两个人好，好是好。到现在，谦、嗯、儿哥开车带嫂子出去啊，无论到哪儿一停车，哦，于老师都主动过来开车门，这是绅士风度。您记住了，嗯，如果您在停车场看到一个男人主动拉车门，嗯，只有两种原因。哪两种原因呢？第一、嗯、这个车是新的。第二呢？这个娘们儿是新的。嗨，啊、哦、反正得有一是新的，是吗？也说实话，嫂子对他照顾的好的过分，这无微不至。你想啊，我们前两天在杭州演出啊、嗯、在剧场门外，他跟我走着走着说，哎呀，嗯，自打跟你嫂子结婚了，我这些年，嗯，都不会花钱了。怎么叫不会花钱呢？所有应用之物啊，衣服、鞋，乱七八糟的，都是嫂子买啊，就不用我操心。太疼人了。嗯，正说着呢，嗯，马路边有一个老太太，嗯，摆摊卖东西。卖什么东西？卖毛线织的帽子，就是小买卖。谦儿掏钱就买。我这干嘛非买这个呀？第一，帮助帮助老太太。哦，第二呢，嗯，练练花钱，哈，这也得练。买了3顶不一样颜色的帽子，都什么色儿啊？一个韭菜的，哦，一个菠菜的，一个芹菜的。我自己花钱买仨绿帽子，你知道吗？拿回家照着镜子戴，还是一个一个的试。哦，嫂子在旁边看着他，是。其实吧，嗯，你不用买，不用买怎么办呀、啊？哎，你说一声就行。没听说过，两口子不能这么逗。俩人是真好。是，刚才在后台换演出的服装啊，脱了自己的裤子换衣服，我一看，我真是很感慨。
怎么又感慨呢？人家两口子，嗯，穿的是情侣裤衩，嘿，这还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给我说清楚了啊，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啊？别想，别编，孙悦跟我说的。嘿，好嘛，就我一人不知道。我告诉孙悦他媳妇儿，怎么那么乱呢？这里，玩笑说玩笑啊。我对嫂子是很尊重的，是中国人老话嘛，啊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有这么句话。有时候我心里别扭，啊，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外界，是心里别扭，谁也劝不了我，哦，只有嫂夫人，她行，一定是可以把我说服的。哦，怎么那么别扭？这话说出来，真的很好啊。嫂子有点什么事儿，也跟我说。那是互相的吗？打一电话。嗯，你有时间吗？来一趟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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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痛快？那是多忙，把手里活放一放。是，洗澡换衣服，赶紧去。干嘛去？你这是？你看，干干净净的嘛。哦。哎，这是于老师的家。到家了，伸手拍门。来吧。啪啪啪，这是拍门的吗？这个。啪啪啪，你不会摁门铃啊？哎，我傻了，这有个门铃。哎，啪啪啪，嗨，什么缺德门铃啊？这是，门开了，赶紧开了吧。嫂子站在门前，她来了，穿个超短裙。什么场合穿超短裙？在家怕什么了？又何况不是很短。哦，到哪儿啊？到锁骨。哎，锁骨，那不是超短裙，那叫假领子，知道吗？这个。超短裙上头在锁骨这个上头，我下边呢？在锁骨的下边，这不还是那么短吗？这不是？在这儿，在这儿啊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嫂子您好。哦，谦儿哥呢？在吗？你来的正好。怎么样？刚走。刚走啊？那叫正好吗？进来吧。哦，进来了啊。那个，你吃饭了吗？哦，还没呢。你瞧，吃豆腐吧。什么呀？哪儿吃豆腐去？麻婆豆腐。哦，吃麻婆豆腐。嗯，我还给你准备凉菜了。什么菜？切了一盘金华火腿。哦，这是韭菜。嫂子，这是什么菜？不认识。你傻呀？什么菜？有一腿。哎，你们俩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吗？这个你们避讳点不成吗？开瓶啤酒你吃着喝着，你瞧瞧，嫂子给你包饺子吃。哦，有句老话你听过没有？什么老话呀？好吃啊，啊，不如饺子。哦，好玩啊？怎么样？可不如包饺子。哎，这您这没有这么开玩笑的。吃饱了，喝足了。嗯，嫂子说：“我问你点事儿吧。”你说吧。这个，你们上学的时候，嗯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于谦都有什么活动吗？这是问什么意思？这一问问的可太远了啊！嗯，他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什么活动？我们是从小在一起上学，嗯，老师告诉我们，说学逗唱最重要的是补气，啊，这个是要用气的嘛？你不会用气的话，在台上你坚持不下来几个小时。是的，我们都是锻炼跑步，这样补气。唯独于老师是食补，啊，我靠吃，他家有钱，啊，我吃，靠吃东西。补气，吃什么补气？他吃的是干炒黄豆。干炒黄豆，睡觉前要吃10斤干炒黄豆。嚯，十斤十斤的吃啊！喝3盆凉水送下，是要不太干呢。我也不知道您哪位是农业专家啊？10斤黄豆，3盆凉水，一般的牲口吃不了。废话，这跟这农业专家有什么关系？他每天这样吃。啊，那会儿我们都住集体宿舍，哦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个，让他一个人睡单间儿。我说我有身份，是我们怕崩死，至于崩死？因为气补多了一定会漏的，啊，补过了。这是上学的事儿，没想到结婚之后，这个爱好一直就延续了下来，啊，就重在坚持嘛。嗯，唯一的变化就是不拿盆喝水了，改什么了？用桶装水。哦，睡觉前10斤黄豆，1桶水，也喝3盆多。嗯，早上6:30准时漏气。怎么还准时漏？听他，
嘟烫烫的令烫令定烫、哦、好，我这放出一板来，我这个、嗯、一般放到早晨七点，半个小时啊。嫂子是七点半苏醒，这熏晕过去了，这是醒了先打磨打磨脸上的豆面。这哪有那么多豆面啊？你们都吃过北京小吃驴打滚吗？啊，这不呵，太恶心了。啊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怎么了？耳朵里还有一个整的黄豆。好家伙，这开枪呢，这是没嚼碎的那个。行了、啊、所以说嫂子问我，他天天这样放有办法治吗？嗯，我说这样话，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保留节目了，别提这个，很难让他改得了，习惯了。你可以吓唬他。这吓唬什么？你就告诉他，你只要这样放、嗯、早晚有一天会把肠子放出来。谁信呢？说完我走了。嫂子真听话，说了，跟他说你再放就把肠子放出来了。哦，小孩都不会相信，谁都不信，何况于谦呢？对，你说你的，我排我的。哦，还接着来。每天睡觉前一桶凉水，十斤黄豆。嚯、哦！早晨六点半开始放，放到七点，媳妇七点半醒。哎，老习惯了。这天呢，嗯，早上起来，他媳妇给他做早餐。什么餐？北京的小吃卤煮。哦，叫卤煮小肠，猪肠子做的。对。真缺德，你就这么放了。嗯。早晚你得把肠子放出来。自个儿还叨了。我说你还不信。嗯。你一定会把肠子。嗯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这干嘛这么阴险啊？老说你不信呢。什么呀？今天手里就有肠子呀。哦，我把这个肠子给你放到床上啊。你放完一回头一看，害怕了，以后就改了。至于吗？把肠子擦干净拿出来。哦，七十多斤呢。七十多斤，这猪才多沉呢。这个呵，哎呦，进卧室撩开被子啊，走。好家伙，我能让这肠子给撞床底下去。嗯，嫂子又出来包葱包蒜，看着表，啊，六点半，听屋里边听烫，又开始，嗯，啊，出了个嗯，哦，门就开了，是，于谦脸煞白呀、啊，吓得，不许进来，嚯、哦，把门关上了，嗯、啊，得有四十分钟，嗯，门又开了，嗯、啊，于谦一身的轻松，是吗？还乐，哎呀，媳妇儿啊，嗯，你老吓唬我说能把肠子放出来，对，我还不信。是，今天真放出来了。是啊，不过你不要害怕。怎么？我把它都塞进去了。我去你！后来啊，要没有后来了。这还连续剧呢，您这、嗯、好吧？嗯，这回来成都可开心了。是，这个场馆去年没来过啊。啊，他们说能坐一万多人。哎，啊，行，这地儿小点就小点吧。这还小呢，啊、这个。啊，这个今年的演出分两种。嗯，一种就是这个普通上演，普通，哎、五六千人。对，一种就是这个师徒父子相声大典。哎，哎，一万人往上。这个人多，对，这个有上海也演了一万八的，北京也都演了啊、嗯，挺好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、嗯，这是大伙的支持和鼓励。哎，在中国相声界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，是啊、哦。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啊！是啊，会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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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嗯，一定会有的啊、嗯！谢谢各位的支持，嗯、我们就是相声界的小学生。凭能耐吃饭，拿它当个手艺。对，您各位这支持养家糊口。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嗯，也是最难的艺术形式。这怎么说？你看看，就是一张嘴，时间、地点、场合、人物、矛盾冲突，都是我们说出来的。哦，我拿手一指，这儿有一冰箱，你一定要相信这是个冰箱。这无实物吗？全靠一张嘴说出来。嗯，怎么能说得好呢？嗯，雅俗共赏。这四个字我们倒经常说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中间是辩证的关系。无与你焉有荷花，哎呦，对啊，太雅了不行，太雅了不行吗？雅到极致不风流。哦，啊，昆曲你还雅得过昆曲吗？昆曲那是很雅呀，每一句唱词好几个典故。嗯，清朝末年的时候都得是赶考的举子，念书的秀才，嗯，捧着康熙字典，抱着二十四史，
听昆曲，这深度啊太雅了。嗯，到民国就卖不出票去了，这没人看。你是听场戏弄的比种地还累，谁跟你费这劲呢？是太雅了不行，哦，太俗也不行。哎，太俗怎么不行呢？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。嗯啊啊，谁看？你们这成都的观众这素质有待提高吧？这个哈，什么都看 啊。所以说，俗中有雅，雅中有俗，是，这是个辩证的东西。没啊，而且来说，这些年来我特别感慨。啊，郭德纲在相声在舞台上只占20%。哟，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哎嗨，就只说他们呢是吗？很多在道德上有洁癖的人没少指责我。他们说什么呀？啊，你为什么要老台上说于谦的爸爸，说于谦的媳妇儿？嗯嗯。哎呀，说到这儿我今儿很难过。怎么？你以为我在台上提嫂夫人，嗯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啊，你就那么开心？我都看出来了。相声除了才艺展示类的节目之外，嗯，学个评剧，学个京剧，学个唱歌跳舞，是剩下的就是两个人讲一个故事，可不吗？讲故事就要有主人公，人物啊。第一种就是我的故事，哦，第二种就是他的故事，对，第三种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故事，也就这样，不能提别人。哦，哎呀，有一个人他的老婆跟我很不错，你看就是那个观众，就是他。嚯，还没等说完了打起来了。那是我没下场，他拿菜刀过来了。那是我不能说观众，嗯，我也不能说别人，就是那个保安哥哥，你也不像话呀。那是，只能说我们自己，嗯啊，我小的时候，我7岁学评书，9岁学相声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。哦，这捧哏呢？我捧哏出身，我站桌子里边10年，是每天站外边得说我。哦，他们也说外边走马灯一样换逗哏的演员，是吗？谁站着谁说我。哦，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，郭德纲他媳妇怎么着，嗯，节目就是这么设计的。对，谁拿这份钱谁应这个活，这就是角色嘛。这里谈不到什么道德伦理啊，就跟您看京剧似的。哟，京剧这个老艺术家唱小生的，嗯，95岁高龄上了舞台，他扮演的也是个孙子。对，他没胡子，你不能因为他95了把他那活改了。嗯，8岁的一个小票友上台戴个胡子，他也是个爷爷。对，他演的是这个，这都是假的呀。对，对不对啊？嗯，你说你看电影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啊，这跟这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这儿一举枪啪，那儿跟那儿哆嗦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怎么到我这儿都是真的呢？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嗨，说的也对，你这听相声嘛，图一个开心，高兴。你说你天天跟说相声的矫情较真，那您这个。生活实在是不幸福啊！而且于老师这是为了相声事业做贡献。哎呦，您瞧您说的，为了相声艺术在台上说你们家的事儿，哦，你愿意吗？哦，你们都把我豁出去了是吧？不是，这个是可以，愿意，愿意啊。对了，再说一个，好家伙，把我摁瓷实了，您说呀？谢谢吧。嗯，为什么容易被人说被人指责，就是嗯演的太多了。是，你说一年有2场演出呢，就没人说，一辈子3段录音，想指责你下不去嘴。哦，你天天那么演，网上天天大伙随便拍，我也不拦着你们随便录音随便录像，天天闯的晚上都这个，可不就有机会让人说吗？这不对那不对，你看看他那个拿于谦他爸爸开玩笑啊，我都听了一年了，他怎么老这样。他那 MP3 里就这一段，这玩意儿能听一年吗？他来回听这段，他不指责我吗？是吧？啊，其实还是得谢谢观众对我们的宽容。是真的啊，这个只有商演是最难做的了。哦，你说你评个一级演员，拿个相声大奖赛一等奖，都是可以人为控制和左右的。这唯独这种场合很难，真的。对呀，真的。我当然了，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哦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你看，评个二级演员，单位里边。给你也行，给他也行，哦，给那个也行，他可以人为控制。嗯，大奖赛2等奖3等奖，不就这几人一说吗？嗯，给谁是谁，所以说可以控制。嗯，你像这个，你再怎么控制，你们家有10000多年亲戚朋友们，是不是？哦，他安排不了。没错，所以说这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，这是真的。包括今天来的演员呢，这个为什么叫石头父子呢？啊，郭麒麟是我儿子，嗯，岳云鹏是我徒弟。对，
今天呢能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，我很高兴。你跟哪个儿子站？下面请欣赏相声《大学毕业》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哎呦哈，主持人差点把你忘了，你在主持人的心中我可能地位很低呀、啊。没关系，大伙认识我就行。啊，可能是个头不高的原因导致的。好、哦，海拔的问题。对了，我看看你跟主持人聊得挺好的呀。我多着呢。我看你俩这丝丝入扣的聊的。没那么夸张，这词儿可不好用啊。是吗？对。哈、啊，算了，人家郎老师来说，那个是也是，万千少女的一个知心大姐。我这性别都换了，这老爱啊给人解答一个问题啊，跟人聊聊天什么的。哎，就是爱聊天。对，我们谁有个不懂的事儿啊、嗯、不懂的字儿啊，好都得问人家。哎，也没在我们后台来说，人家啊这方面啊就是知识啊什么都比我们强，比他们就稍微高一点。这不是高一大点儿，大着呢。好，你再抽我一下，主持人更不认识了。不是，你看德云社这些人当中啊，其实有学问的少。我、哦、没什么知识。对了，他们都没上过大学。啊，真的是。这实话吧？实话实话。我师父小本。小钱、哎？什么叫小本呢？小学本科。这小学还弄出本科来了。于谦老师。于老师。幼本。那就是幼儿园本科啊。对。岳云鹏。小岳呢？胎本。胎。不是，您给解释解释什么叫胎本呢？胎教异业。胎教异业，那都没拿本儿啊，那个行话就是好悬流产，好悬流产，就是流产未遂。啊，这行了，我不用解释，我明白了，就没学问。对了，这些人来说，啊、学来说，老狼算是不错的。哎呦，您过奖了。好，上过大学是吧？哎，上过。哎呦喂，上过哪个大学呀、啊？啊，北京工业大学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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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的，没事，不丢人，不丢人。哎，我没觉得丢人呢。干嘛说出来好像，哎呦，好羞涩，哇，真是的，羞死了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哦，羞死了，我是又看见残部了，是怎么了？我是。我感觉你自己很羞涩的样子。我同着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不好意思说。没瞧不起你，怕什么呀？不就是一个北京的小大学吗？不是，兄弟，您这意思，您已经瞧不起我了。我有那么明显吗？还要都不明显，不摇头晃脑的，你这个你有脖子吧，你就晃啊。我不晃脖子，我晃脑。你就是明显他一晃是全身晃。好家伙，我成搬不倒了。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。行，你别晃了，容易散黄啊。你才鸡蛋呢，你长得像个卤蛋成精。这鸡蛋成精是卤蛋，那卤蛋成精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跟我说。咸鸭蛋，他会的还真多。鸡蛋改咸鸭蛋。我们当年，我这个学问来讲，你组织一下你的语言。吓你一溜跟头。真的？那是的。那你说出来我听听。哎，听说过清华吗？听说过呀。我没上过。别鱼好不好？您没上过。让你们鱼完之后都后悔。北大，哦，北大也没有去哦。我们都不后悔、啊、我是成大的。成大是什么？成都大学。您成都大学？对，成都大学在国内可名列前茅啊。什么？当然了。嗨，你质疑你的母校？这底下好多我同学呢，我校友今天都来了。真的假的呀？对，我们都是都大的。我这有解药，你要不要？干嘛解药啊？什么叫都大的呀？都大，成都大学，有的叫成大，有的叫都大。没有，都大，人就成都大学。你不知道，你知道个六啊？是，我也在六队里边。后来出国，您还出国了？对，跟比尔盖茨我们一块儿。比尔盖茨是不是？你能不能先把你那大褂这帕系上啊？
出国就干这个去了，生活所迫，还比尔，哎呀，你们要看哪儿？流氓，你好意思说人家呀？干嘛呀？啊、我们卖身不卖艺，我们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卖艺不卖身，这可加钱加多少啊？十块钱，你们舔着脸喊十块钱，一块，五毛，成交，兄弟必须成交了。怎么了？要再不落锤，你得倒贴人家。啊，没必要，干嘛呀？都是大老爷们儿喊什么？还有大老爷们儿跟喊托托，哎呦，怎么我有的你未必有？你说的是血糖吗？尿酸，讨厌讨厌，人身攻击我。他尿酸四万多，对，谁呀？就他，我尿酸四万多，我也上这洗起来，我这。对他一尿都尿出水晶来，真的。那叫结石，宝贝儿，水晶。你那个结的都晶莹剔透的，有的结婚的人都找你这，老老实。没听说过，老老实帮我尿一个。我跟你说，那玩意儿得走冷链啊。人家都带着白金这个像那个就戒托来的。白金戒托，我先给他磨是吧？对，直接尿完，当就贴上了。那还是有他这尿糖的功效。对，因为他血糖也高点，直接能沾。谁血糖高啊？都能沾上。哪儿的事儿？这有化学反应的分子反应，你知道这些吗？分子反应。对了，分子是什么反应？它是通过电子正负极，然后细胞分裂还是怎么着呢？这化学你没学过这些，这都讲过什么那个氢氦锂铍硼的碳氮氧氟氖。啊，等等等等的这些，你这是，哦，后边的化学元素周期表都不用背了，对，你不懂这些，好了，什么锂元素啊，什么镍元素啊，啊，镍元素 你懂吗？当然懂了，那铁你知道氧化之后分为哪两种吗？三氧化二铁、四氧化三铁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有点超纲了，还超纲了？你抄题你也抄不着这个呀？干嘛呀？干嘛？当时我擅长，我又不是化学。那您擅长哦，烤串。跟烤串有什么关系啊？来自成都大学烤串张立民。无聊，这有什么好的？这谁当年还没个勤？我那时候勤工俭学，半工半读。哦。上大学的时候顺给人烤点串，对不对？那时候烤。你上大学的时候给人烤串？怎么了？哦。半工半读。好好好。我在大学的时候成绩优秀着呢。您哪方面成绩优秀啊？哪方面都优秀。是撒盐还是搁胡椒面啊？那玩意儿跟大学挨着吗？那玩意儿跟大学挨着吗？那不是您的那个吗？还挨着？挨着吗？那玩意儿？您说的这挺挨着的哈。哎呦我的天呀、啊！啊，那时候我跟你说，我是我们那个在国外，我是中文系的特长生。我们都知道这个体育特长、艺术类特长，怎么中文系还有特长生？在国外的大学。国外哪个大学呀、啊？国外哪个大学？那个。哪个？就。聂哥，聂哥，我提示一下子，你提示一下，我大学的门口有个雕像，有雕像，雕像缺一胳膊，缺杨过呀？什么叫杨过呀？古墓大学啊，好家伙，你们家这大学的就是杨过摆门口啊？废话嘛，你缺一胳膊可不是杨过吗？那是烤串怎么烤那个？缺一大学，缺一胳膊那个？缺一大学还是缺一什么呀？叫哎。叫维塔斯，你拉倒吧，人家唱海豚音那维塔斯，谁说的呀？废话了，那缺一胳膊的那这维纳斯，维纳斯不打台球的吗？打台球那是戴维斯，戴维斯不牛仔裤吗？牛仔裤不李维斯吗？李维斯不主持人吗？主持人李维嘉呀，李维嘉不香港首富吗？李嘉诚啊。李嘉诚不是奶牛大王吗？那谁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到底谁呀、啊？他爱谁谁，他烤串的他谁？你不知道你说什么呀？废话了，谁知道你们学校门口一排雕像啊？盗墓的去了是怎么了？跟雕像有什么关系？哪个大学的？清华的、耶鲁的？我牛、哦、还知道耶鲁大学？哎呦，我在那儿烤过串。说半天还是本职工作。牛津。牛津可不好熟啊，
学。你考点猪脚还是可以的。School 什么？牛津 School。牛津应该是 University。综合性大学是 University， 还有一种大学叫 College。您说的那 school 就是初中、高中、小学，一个字绝。欺负人是吗？我们不欺负人。非得拿出一个毕业证，你才知道人家学问吗？哎呦，烧烤也有毕业证啊？有必要吗？非得说哦，我哪个大学的？你看看我的毕业证，才显得你有学问吗？我不承认，真的。你是你不承认，还是人家不承认你啊？彼此，我跟谁跟谁彼此啊？我不承认你，顶多是撒盐撒咸了。咱师傅上过大学吗？他的学问有人承认吗？有。这倒是。对不对？他发的微博，知乎者也的，你他自己都看不懂。这可不行，胡说啊！后天努力呀、啊。这是。对不对？我学习也是后天努力，所以我今天没空。你。哪个后天呀？就隔一天那后天呢？不是，后天不努力，肉就馊了。咱我当时我是确实大学，咱不提这个哪大学。你看又不提大学了，咱有学问就行了呗。什么？什么叫知乎？哎呦，你轻着点。怎么了？动你胎气了？要不你就生出来。不是动胎气，你再拍我容易排气。对不对？我们讲的都知乎者也，这烂熟于胸不就完了吗？烂熟于胸。怎么？你的心上哪儿去了？哦，考了，太表面了是吗？对不对？这我尔等不晓得。呀哈，说我不知道不晓得。哎呦呵，尔等不明博。啊，就是说我不明白博上。哎，尔等知道个屁！我就知道你。三两句，三句文言文。那哪句有文化人说尔等知道个那个的，对不对？知乎者也，上学的时候就学过呀。小时候基础你得打好了吧？您也有这基础，对不对？当年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，惟闻鸡叹息。你没没闻什么叹息？谁叹息？谁女叹息？对了，我知道。你是惟闻火叹息吧？这是惟闻女叹息，问女何所思，问女何所忆，都会这个。哦，接着来啊。女无所思，女无所忆，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点兵，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爷名，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，愿为鞍马，从此替爷征，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，可以鼓掌了。怎么我还给你们背诵全文呢？行，可以可以，这算饶过他了，对不对？卖炭翁，伐薪烧炭南山中。对，卖炭翁你得熟。两鬓苍苍十指黑，要不然你烤串供不上他，到时候你还得心疼他。哎呦，您这十指黑，卖炭得天何所营啊？跟烤串有什么关系？你说说东北口烤串，跟烤串没关系，老铁。哦，是，确实也得有煤的事儿。不是，我没有烤串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手法很娴熟嘛。多少年？还是个左撇子。靠的是文学能力。哦，对不对？就是和那个桃园看过吗？桃园。桃花源记是吗？对对对，桃源，我应该说三结义。放，就是狼，狼，对对，蒲松龄，不用叫我啊。出师表学过吗？哎呀，出师表都会。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花光预算，你都学过吗？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说那也不能就花光预算呐，难呐，不去了。不去了，那块弄出点碳来太难了。你上山西挖，这不就完了吗？那是太远，山西那时候不归，这是别人的地盘。这别人的地盘，好啊！您呢？我跟你说，死记硬背这东西没。对了，死记硬背叫什么能耐呀？啊，得自己灵活运用，活学活用，对不对？未曾清贫难成人，这都学过吗？用不经打击老天真。自古英雄出炼狱，从来富贵入凡尘。逢人且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。压有反哺之意，扬之贵辱之恩，岂可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。街头乞丐常有悲悯之意，府中帝王最忌妇人之仁。俯身桥花间风追蝶影，抬眼望天下，
灿烂星辰，小有小宇宙，大有大乾坤，不求人人得道，但求得道人人。你不要的，你不要破坏我们的道具啊。啊，行行行，这两句也不知道跟哪儿抄的。什么叫抄的呀？啊，都学过呀。哦，学过。对，这都学过嘛。啊，对不对？哈，这我们都得学，灵活运用。还灵活运用。活学活用。活学活用。对了啊，小时候诗词歌赋，行，都在这里呢。这里没别的，全是下水。人谁有知识，人拍肚子呀，对不对？都是能耐。您有知识行，我不贬低您，但您不能上来就瞧不起我们。我说这个你能会吗？你说这我怎么不会呀？我说一个，你说。说西北玄天一片云，啊，乌鸦落在凤凰群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早逢春，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，马行无力皆因瘦，嗯，人不风流只为贫，古人不见今时月。金月曾经照古人，肤白貌美台风稳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这句下句没学过，我蒙住了。这句下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肤白貌美台风稳，下句是粉妆玉砌张鹤伦。就这个您还鼓掌呢？啊，伟就英俊潇洒张鹤伦，玉树临风张鹤伦，傲骨迎风。张鹤伦，你是怎么巧妙地躲过这些评价的？都是我。我跟你说，您说自己不能这么说，您得说大腮帮子、满脸褶、中年油腻张鹤伦，对不对，各位？我是那样吗？你们不亏心吗？我真是那样。你比那样，你还不如那样，你干嘛？因为我送他一把扇子。好几千人，你送谁扇子？这个事情就告诉你，做人要客观，要低调。我已经很客观了。您哪儿客观？你要客观，你再说一遍。说什么？就说你自己，评价自己。你给我上一边去，咧个大嘴在那喊死不要脸张鹤伦。你张嘴我都看着你裤衩那花了。你老看人家那干嘛呀？那大嘴咧的，好像那性这后槽牙太性感了，你这玩意儿。你甭管那个，我让你评价自己，客观点儿。三高，虚胖，身子沉。哎，可不可以？这孩子算实在。那是你爹张鹤伦。就讨厌就讨厌在这儿了。没必要说我。什么叫没必要说你啊？对不对？你先说的我，先说我对不上的。你本来你就对不上。我对不上，我说一个你不一定能对得上。你来，我听听。我来一个。来什么呀？对联吗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对联，咱小时候就学过那个。你学过这个？当然了，讲的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雷花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山花赤日对。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。确实看出来了，今天来的都是都大的哈。我们以前干过传销。对，没听说过。这不是什么好话啊。我出题目，你给我接下联。来啊，就说你现在的目前的状态。什么状态？哎哎。面无言，兜无钱，人到中年，可怜可怜。这不人身攻击吗？啊，那我赐你一副下联。你还赐我、啊、你？官一躺，布一盖，十人一桌，上菜上菜。你有意思吗？啊，就是、我就说你顶多没钱，你给我把命都说没了，这不挺好吗？严丝合缝呢，那再给你个下联，读书少，年纪小，读书少，不想努力，阿姨挺好，这行吗？你不要把你内心的想法给我们展示出来，好不好？别着急，我这儿还有呢，听我这个啥？嗯，面对面吃面，这有什么难度？哎，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啊，有什么难度？当然有难度了，面对面吃面，一共五个字，有三个字都是一个字。一三五，面对面吃面，就盖中盖不盖？
怎么了？我这啊，这啊，对不对？还是这不是那个背对背搓背？我这你这差点意思，这个脚对脚抠脚，那再串了脚气，那个手拉手解手，那这就是走解手去了。嘴对嘴亲嘴啊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人和人生人，可以了。你要哪个？举一反八，我要哪个呀？你都拦不住了，是怎么着？这什么呀？啊，别着急，还有这个，听我的。我还喜欢手拉手解手这个。你去吧，你去吧，手拉手解手去喽。上个厕所也这么高兴呢？啊，听我这个，弓虽强，但石更硬。这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What Chinese? What speak?What speak? 就是你说的什么？应该是 speak what? 或者说 what are you speaking? Please translate in English. You know? 咱们还是说中文吧。It means barbecue. No barbecue. No barbecue. No barbecue. 没明白吧？这是个对子上联，而且是个拆字的游戏。怎么拆了？弓虽强，但石更硬。怎么讲？弓。弯弓搭箭的那个弓，虽然的虽组在一起是个强，弓虽强，但石更硬，石头的石和更加的更组在一起是个硬，弓虽强，但石更硬。哦，谁像你这样啊？他们，人家大伙儿那是对我文化的认可，这就认可了。对了，张嘴就跟你对出来，啊，不就拆字游戏吗？你闭嘴对一试试。人一大就土里埋。不是你先等会儿，你这能讲吗？这个我看一个人加一个一合起来念大，就土里埋；一个土加一个里念埋，人一大就土里埋。游戏嘛，再给你对一个，刺你一个下联啊！他老刺我，你听这个：女子好，但少女妙。哎，这个下联还是不错的。哎呦，这有什么？怎么样？黔驴技穷了吧？尔等就如惊弓之鸟，我再略施小计，你就会嗝屁朝凉。我看现在中医也解决不了问题了。不可能，完全不可能。这是谁的步枪如此勇猛？不可能，完全不可能。别着急啊，咱这儿还有呢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就您这舞蹈就跟一烤鸡架子似的。别着急，听我这个啊，我这儿还有一绝对，听着呢。好，听好了啊。一乡二里三夫子，不读四书五经六艺，竟敢叫七八九子，十分大胆。哎呦喂，十是九贫凑的，八两七钱六分五厘四毫，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。我看过唐伯虎点秋香。哎，哎，真是不光咱们看过，大伙儿也看过。四君四国四社稷，赏花赏月赏秋香。对对对，确实都有这个啊，对对，挺好的。但我这个后边是没完。还有什么呀？我只不过是一个例子，我举个例子，你明白吧？哦，举个例子，我举个花生，嘿，嘿，这包袱挺好的，下回别用了啊。我想说的是这个，你听好了。哪个？一天夜里啊，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，特别没溜。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老子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？What are you speak? I speak Chinese. 不是，你刚才说的，我说的是一到十，也是一个对子上联。一天夜里，哎，郭老二，郭老二是谁？郭老二，郭汾阳啊。郭汾阳，对，郭汾阳喝酒喝到3-4点钟，啥事儿啊？搞对象了？他刚多大呀？他还是个孩子。老师，这一段你也有点加戏了，好吗？不需要你这么揣摩。郭老二喝到3-4点钟，对，从三更半夜喝到4-5点钟，四五点钟特别没溜溜。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。哎呦，就这个？哎，对，该你了。张嘴给你对出来，你也是得从十到一说。对出来，这让你觉得好？那不一定。让你觉得这么妙？是吗？对的，让你今天呱呱叫。我踩着谁了？我这是？听着啊，说十是吧？对，十到一，十分肯定。嗯，十。
郎和爷，有我的事儿啊。今晚9点，8成7里子散。六道轮回，5个没他，4处流浪当小三儿，遇见2个大哥点你一宿。去你的吧！下面请您欣赏《三节百花巷》，表演者高小贝、胡小楼。
拍，没关系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叫张小贝，谢谢。真是，都说天津观众特别热情。那是，我看有的观众想叫好没叫出来，没关系，刚才你等会儿，太早了，等会儿。我希望介绍完我的名字之后，可以抱着热烈的掌声，还有尖叫的呐喊声，咱们再互相欺骗一下，好吗？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小贝，谢谢。谢谢啊！介绍完我呢，介绍一下他。该到我了。我的好搭档，姓侯，叫侯小楼。对，是我。你看，不用这么拍。你不用替我拦着。至于不至于？那大伙捧怎么了？都认识吗？认识。真认识他。这个叫侯小楼。对。哇，没想到啊！没想到到天津也认识你。那可不嘛。真不错，人缘不错呀。这大伙捧。小伙子长得也很精神呀，我很精神吗？各位少爷，您瞧瞧，怎么样？浓眉大眼的，是吧？你会聊天吗？您仔细瞧瞧我这模样，这是浓眉大眼的，这个。我爱说点实话，说实话，但就实话实说呀。不好听，没关系，能说吗？能说。咱长多好啊，这模样，长俩不像，兄弟，你看。您干脆就别夸我。眼睛稍微小了一点，小完成的。找一下功能吧。什么功能？会眯眼吗？眯眼，会呀、啊，来怎么看？不就眯眼吗？真不错，真不错，睁开。你看没有区别，我但我睁开了呀，睁开了，睁开什么了？真睁开了。我倒以为是修眉毛时候拉俩口子呢。我也太懒和点了吧？我问你，你今年多大呀？今年是26岁。26岁，嗯，那你这个眼睛到27岁就愈合了，就。还是拉个口子，太小了。我知道它小，太小了，是眼睛是小的，但是没关系，小有小的好处。哎，这有好处，怎么死都瞑目。那叫好处吗？你说你，你干脆别夸我了。确实呢，我们哥俩岁数比较小，哎，我们年轻嘛，而且来说辈分也比较小。哎，辈分低，这是实话。是啊，整个德云社来说，我们属于是小字辈儿。对，熟悉德云社，您知道郭老师徒弟分八科。对，分八科。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。对，我们是小字辈儿。我们老师一会儿就上来，是栾栾老师。没错，我们师爷是郭德纲郭先生。按辈分来说，我们算是郭先生的徒孙。那是我师爷。对，我师爷老说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。对啊，您各位就是我的衣食老祖啊。真是，咱这辈儿太低了，辈分太小了。这孙墨的，在后台看见谁都管他们叫叔，哎，长辈。而且来说，这帮演员，我觉得他们特别的不地道。他们有什么不地道？咱都知道，还没出正月呢，对吧？啊，没出正月。大正月的，你看刚才那冯兆阳，里头那杨鹤通，是，还有后头一会儿您能看见他们啊，这些演员都剃头了，对吧？都剃头了，是吧？你这剃头没什么，人家可能没有舅舅或者不讲的习俗。那天我碰见王祖龙了，他也剃完头来了。真的，我来了后台，我就盯着我师爷，盯着郭老师，我一直看他，怎么样？状态还不错，状态还不错。王祖龙这好歹是个戏，对对对，过两天看王祖龙，你还剃不剃啊？还剃不剃？这么一说，过两天就不一定能看见他。不一定能看见谁了啊！这王祖龙嘛，确实没出生也都算年，确实。而且来说，今天是一个好日子，喜庆的日子，2月14号，对吧？周二是不是？朋友们没有上班，对，来这儿听相声，好事，放松娱乐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而且来说，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，哎，谁都挺忙。你像小孩得上学，大人得上班，对，但是不放假还得加班。一天就是那些事儿，上学呀，上班呀，加班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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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。一辈子惨点，工作压力比较大。是来这儿放松放松，听听相声，挺有意思，有好处。拿我们哥俩来说吧，还年轻，给我们一个进步的空间。慢慢努力。说的道不道的，您各位也多多担待，多包容。没有别的，给您鞠上一躬，谢谢您各位，谢谢。打小学习相声，确实是四门功课，您都了解，都清楚。刚才也说了，说学逗唱，说四门，说来讲嘴里得干净，得清楚。嗯，甭管您坐在哪儿，得让您听清每一个字。应该。小时候得练功啊，每天早起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总得练。在河边，甭管多冷的天也得背。正南高中。
烧子得练练嘴，练贯口。那天我早起，我正背着呢，张牙舞爪，行长张无忌上华牙烧出七烧子。旁边鬼老太太大娘啊，拿着早点，哼，这孩子都饿疯了。这误会呢，我们小时候得练嘴，是说嘴得干净。还有就是学，学的太多了。这个演员比较出色，我呀，跟我学一个吧。学就学点什么？刚才学的咱不学了啊。那好，您能学点什么？学呀，要说学来说呢，我能学点口技。谁呀？我呀，能学口技。口技太棒，跟我学一个啊。那学什么？学一口技，学一个。家里养狗吗？养了狗吗？家里养几条狗？三条。家里呢？四条。好，哎，我养了。学一个小狗叫，照着我来。学一个狗叫，学狗叫，对，狗叫的。嗯。服务员，你的皇帝回来了。张本兰。傻，老忘了跟大伙介绍。嗯，我搭档是傻子。你
李大大傻子，李大大全家都傻子。七块竹板儿，七块，五个小的，两大。我给您打两下，您听一听。我给我打两下，好好，大家听一听。您说的太好了。
架不住师傅有师傅呀。哦，是吗？爷，哎，咱们师爷呀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师爷咱们会吗？也不太会吧。我没怎么见他们打过板儿啊。谁说的？人都会。是吗？人都会就不教给你。对，那我有机会我得好好跟人学。真的，我师傅师爷亲自教我。亲自教，亲自教我，拿开水浇。你妈都烫死！那亲自教你拿什么浇？就是人家拿快板教我呀，就教过你啊。哎，在厕所门口，我们爷仨就找个地方，你说一块儿，那教的我啊，就教过你，多新鲜！就你，你还会快板？我太会了！你看，我这不也带着呢吗？这是谁的？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我看上了。你看上了就是你的呢。报备，我高家的东西看上了。咱从棚庙里头出来行不行啊？您是不是对这块看得太入迷了？有点。棚庙里。谁的？你的？我的。不错。哎，我的。不错。哎，拿着行吗？打两下行吗？打两下。啊，我也行啊。可以。我也会打呀。打两下，拿两下。你看，没事。刚进来了，咱们开始吧，开始。
行行，谁让你问票？不是你问你的，我就让我问你多少钱吗？不是，你想当网友是吗？当什么网友？咱不是开始了吗？我是老婆，你是老婆。对呀、啊，那开始唱的在人物里，你得叫我呀，还得叫，你得叫我，事那么多，这才开始了吗？自己开始叫我呀。叫我活的跟着我走。
团的风笛。我听不懂。还听不懂呢？干嘛？你别光跟这儿犯贱呀！我不老脖子吗？我就这角儿啊。老脖子你也不能装这样。就这角色，就这词，那你得有词儿啊。还有词儿呢？两句词儿。什么词儿？叫老头子，你放心。奴家不是那样人，对吗？你就不知道吗？我能不知道？知道你能唱？我能不知道吗？知道你唱，还有老词儿啊！赵子还有老词儿，这还是老词儿吗？行行行，来来来，我先唱啊。叫老婆子跟我走，咱们一到那街拜朋友，千千万万万千，千万你别给我丢了手。哎，再三遍我抽你啊！真的，哎，往后唱。叫老头子，你放心，奴家不是那样人。叫老头子别夸口，一瓶啤酒你就跟人家走。呸！呸！不唱，干嘛呀？不唱，废话，废话，怎么说？怎么了？怎么说我们？干嘛呀？啊！臭不要脸！挨千刀了，我怎么了？臭不要脸，说我这个像话。我说你怎么了？说我，你能说我吗？怎么不能说？我是你什么人呢？我是你老婆子。是啊，我三胎都给你生了，多大的事儿啊！你还这么说我？我说你怎么了？孩子是不是你？我哪知道这样？干嘛？这样臭不要脸，你怎么这么说我？我是你老婆子。我太知道啊！什么叫一瓶啤酒我就跟人走？我说错了。你打听打听啊，给我砂锅萝卜行吗？别吵。